好，我们大家以最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蔡总统来为我们勉励致辞，谢谢大家。谢谢。我想今天最紧张的有一个人，我要先介绍一下，就是我的那个哈发的翁先生，在那里。黄友达黄教授。那个柯文哲，好友批批作总入场，各位粉丝批作，还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因为你有千多的优秀的客家朋友来到现场，看到他一个客家暗支持颜色的感动，当作客家朋友一切都是颜最好的工作，帮你也是颜最好的学习对象。因为客家人不但是吃苦耐劳、勇敢、坚定、含辛又才华，也要杰出的人才，不能你看到客家人的发展老客家精神，乃是为客家人感到无亲光荣。这次的选举，我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去拜访各地的我们客家庄。为什么去那么多次？我们要特别去那么多次的客家庄，因为上一次的选举，我们的客家乡亲说了一句话，叫做“客家人听客家话”。但是这一次，我们有更充足的准备，要为台湾的客家文化来努力。我们要跟各位说，这一次我们是客家话听客家人。都是最重视我们客家的政党，我们的菊兰姐做过我们客委会的主委，她是有史以来最活跃、做得最好的我们客委会的主委，给她拍手一下。这一次选举的时候，她说我不要做客家的，因为上次她觉得挫折感太大了，她要做别的。可是我们找来找去，后来还是发现，好像她还是最合适做我们客家会的会长。所以来谢谢他，对。同时我们也要谢谢我们我们菊兰姐，还有我们徐主委今天也在这里。那么我们在执政时期的客委会的主委们，他们真的都是一时之选。所以在我们在执政的时候，不但成立了客委会，我们还成立了客家电视台，成立了客语能力认证，成立了三家客家学院，推动了大家都知道的客家童话剧，到现在大家都还是觉得客家童话剧是最具代表性的客家的节日。我们还成立了苗栗跟六堆的客家文化园区，投入许多的资源跟努力，开发新的产业形态跟聚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民主进步党让台湾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有客家政策的国家。自己的母语，让每一个人找回土地记忆跟认同，建立尊严，这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责任。让客家文化跟其他的文化一样，都能够永续发展跟传承，这样我们才真正的是一个多元平等的国家，大家说对不对？对。我们真的看到这几年的发展，我们也真的感觉到说，这个政府没有用最大的力量在做我们的客家政策，处理我们很多客家的事务。所以我要问我们在座的乡亲，有感觉到说我们政府的预算有真正用在乡亲的身上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现在的政府只是把客家文化当作装饰品，当作选举时候动员的社团，所以这些预算没有办法真正的用在保存文化、推动建设的功能。我认为每一笔预算都应该花在刀口上，预算都要拿来做建设，拿来做事情，预算不是拿来绑桩。
那么也更不是我们选举的时候拿来动员拿来雇佣，人民的纳税钱每一分钱都要用在真正人民身上，大家说对不对？对。我们课长用了一分钱都要讲究这一分钱的效率，我们拿国家的预算就要替国家做事，替人民做事，大家说对不对？民进党再一次施政，一定会用心编列预算，把每一分钱好好的用，让大家真正感受到说政府重视客家，关心客家，大家说好不好？好。我已经在选战一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发表过我的客家政策，但是我要今天利用这个机会再给大家报告一遍我的客家政策里面五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创造一个母语生活的环境，重建母语普及跟社交客家的社区。我们要继续在家庭、社区、各级政府推动客语生活环境计划。我们不但要教小朋友讲客家话，还要投入更多的资源，让客家的电视台、客家的电台制作出更好的客语节目。最重要的是，客语不只是出现在我们的客家电视台，也要出现在其他的电视节目。客语也不只是客家人的语言，更是台湾人的语言。我们要让不同的族群接受到客家文化，大家好不好？好。第二个，我们要加强客家文化与艺术的研究。我们客家人出过有名的文学家李峤先生、钟兆振先生，还有一流的音乐家邓宇贤先生，还有最感动人的摄影师邓朗光，他们都是台湾文化中最珍贵的资产，这些具有代表性的客家文化艺术绝对不能被遗忘。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强客家文化跟艺术的研究，以及客家以及文化艺术能力的提升。今天现场来了很多关心客家文化跟艺术的朋友，我相信未来的政府跟民间合作，我们一定可以培养出更多的客家之光、台湾之光。大家说对不对？第三个问题，也是第三个政策的重点，我们必须要积极的处理客家庄所面临的人口老化的问题。今年九月，我们进行了浪漫台山县的旅程，我到高原社区跟客家庄的老人家一起吃饭。我旁边坐的两位超过100岁的老人家，100岁，我刚刚才从澎湖回来，我发现澎湖跟我们的客家庄一样，超过100岁的我们的老人家特别多，至少也都有90几岁。但是我发现说，他们虽然都白发苍苍，可是他们都还是很有活力。同样的，我们客家也看到了很多老人家，这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社区里面可以安心的生活，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具有客家特色，我们要叫的名字叫做国公医疗行动坊，还有国防制造日间照护中心，让我们的客家庄的老人家可以无忧无虑，在自己的社区，在自己的征台，在自己的庄，在自己的聚落里面能够养老，可以长命百岁，大家说好不好？好。我们要鼓励年轻人回到客家庄，很多的客家的年轻人离开家乡到大城市去找工作赚钱打拼，但是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跟我说，他说主席，我们其实很想要有一条回家的路。我前一段时间去桃园平镇的时候，有一群年轻人，他们回到家乡以后创立了一个叫做勤耕与读的二手书店，他们用一个新的经营方式，让游客可以看到客家庄以前的生活景象，创造客家庄的产业。他们想要为自己的家乡找到一个新的方向、新的希望。年轻人不会自动回到家乡，我们要先改变一个地方的生活环境，把产业做好，让年轻人有机会回乡发展，那如果有这个机会，他们就会回来。年轻人回到客家庄，他们自然就会有机会可以讲客家话，
也会继续参与地方的公共的事务，给客家庄带来新的生命力。所以年轻人的返乡，这是也是我们最重要的计划。我们第五个计划，大家都知道，民进党提出了一个国家级的台山县客庄浪漫大道的政策构想。我们就是要打造一条让年轻人回家的路，让客家庄可以继续活络的一条一铁解药。那么这个政策最基本的想法就是，我们把每一个客家庄当作一颗一颗的珍珠，每一颗珍珠都代表了我们珍贵的客家庄。我们要穿针引线，我们要做穿针引线的人，用政策把每一颗珍珠都串起来，成为一串珍珠项链。大家说好不好？好。我们会努力让台山线上的旅游业者、艺文工作者、乡镇村里能够共同结盟。我们会以历史文、人文跟生态为内涵，以旅游跟客家文化价值产业为火车头，带动地方的新型农业发展，创造青年返乡的就业跟创业的机会。我认为产业就是生活，有好的生活方式就有好的产业。所以我们推动国家级的台山县浪漫，台山县的浪漫大道，我们就是要找回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深度的慢食、慢游跟慢活的风格。更重要的是，它不只是一个在地的产业计划，更是就像我们举例讲，客家文艺复兴计划，我们要让客家文化和在地产业同步前进，重新启动台山县的生命力跟土地的魅力。大家说好不好？好。各位，刚刚我讲的是我们客家政策的重点。我们在今年的八月提出完整的客家政策，可是这些政策不是只靠蔡英文一个人就可以做得到。今天我们还需要国会有更多的好的委员、专业的委员来帮我们来进行我们的改革计划。那么今天到场的是我们在士林区的士林北投区的候选人吴思瑶。一位立委候选人今天没有到，但是还是请大家给他多多支持，就是姚文智委员，好不好？好。客家政策不只是客家人的事，更是生活在这一块土地上所有人的事。我们姚文智跟吴思瑶长期以来对文化的议题都是很关心，也很努力在为我们的乡亲努力打拼。那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提名的这两位在地的台北市的委员，他们两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对于在地的文化跟艺术是非常非常关注，所以我要特别拜托我们的台北的客家乡亲，一定要支持他们两个，让他们进入国会，我们要不分族群一起为客家乡亲服务。大家说好不好？好。今年九月的时候，我们在龙潭正式启动台山县浪漫台山县的计划。那一天太阳很大，所有人都觉得好热，几乎快热坏。那么钟兆正老先生走过来，脱下他的那个很漂亮的一顶鸭舌帽，把帽子递给我说：“太热了，你就戴我的帽子好。”那一顶帽子不只代表他老人家对我的关心，更代表他对我整个客家美的期许。戴上他的帽子，我就有更大的责任，要将我们客家文化传承给下一代。我相信对我的期待不只是中老，还有很多现场的客家乡亲，你们的期待我不会忘记，我一定会努力，不要让大家失望。大家说好不好？好。努力为安卓的乡亲朋友向好来，成立台北市客家教育会。感谢在东港通一千行动，望念恩利听说爱本亲夫力量在国飞国班，听说爱来本黑感为蔡英文做总统。来，蔡嘉宾爱老蔡七家保证望念黑感为做总统，听说被
国家上传统客家文化，庆祝被创造下一个客家的美好年代。你向下改变台湾，向下打造更加新、更加好的美好年代，好样好！你看看，形容太激动，安之生。前面的徐教授，我们这样走回来。好，我们今天主持人请。师兄们，大家拿起你的旗帜，我们一起来呼口号。大家一起说：小英加油！小英加油！蔡英文当选！蔡英文当选！客家妹出头天！客家妹出头天！客家妹做总统！小英加油！小英加油！蔡英文当选！蔡英文当选！客家妹出头天！客家妹出头天！客家妹做总统！客家妹做总统！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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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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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辛苦辛苦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为了实现蔡英文总统对客家的承诺，所以我们所有在场的乡亲朋友们都要全力支持，让蔡总统能够顺利当选，来实现他的客家政策。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全部感谢大家。然后呢，我们就大家起立，我们来恭送我们的蔡总统。非常希望大家因为帮忙群众来参与参加的大家有让给新的台北实现蔡英文总统非常的欢喜，让大家全力的支持你，把你这个表演上亲戚朋友大家来找，这个票准备过过关斗降降来兑现到蔡英文对客家的政策，日不日不来行出来，对个哩，客家的照顾，老师教的不错啊，真的好，千年的奉献，我们赶紧继续来走。好，我们中间让出一条通道，哎，因为我们的蔡主席还要赶行程，给堵哦，然后给通道让出来哈，因为给蔡英文主席行程满满，他要赶到各地去，安之生开港。当然，一刷体育票，一票是多发票。希望台下的各座的主角，不管你给蔡英文、蔡主席、九镇动贤、小英加油！台下观众，小英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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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动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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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妹出头天！客家妹出头天！吴思瑶当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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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